三了。啊，一个。大家不用加小张，别过来。来，五百的。来两分嘞。我咧一千个要两分，大爱走哦。好，好。可能这钱来个抽奖，这大家熟悉哦，快坐哦。来一千的。来个整人下行。是啊，帅哥有人哦。你买一千的嘛？哎，我买一千的。放心哦。应该讲超出你吧，超出。来一千的，八百。那这玩意包括这是钓的鱼哦，我你也先十六包，这全部都有人的啊，全部都是有蛋的，无人我就替你煮，一尾无人替煮，八百。每只钓的大尾拢人的，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，我来讲，十二只、十四只、十五只，无人替煮，三百尾拢皮啊，五尾拢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钓的上面这个两百好来，我来讲，我十六只，你十七只，你十八只，你十九只，你二十只，一个人加尾落来两百，无人替煮，两百。一个啊！等下，帅哥，我来讲，我要歇困啦，搁加一尾，搁加两尾，后你，后尾再大只，搁加三尾，搁加四尾，搁加五尾，来两百了。来两百只。钓起二十五只，你吃好爽。哎、欸，好吃哦。六只，七只，八只，九只，十只，十一只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我来讲十五只。来，十五只 ，OK。OK， 五只，加十只，二十五只。来，到后尾食牛排拢无啊？牛排最后剩半箱，后尾来五箱。我边啊要来。来，牛排起来十，牛排起来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有吧，遐啦是上边啊。刚好二十五，无加无减，二十五，有啊，好吧，好吧。无加无减。你是虾米？有吧，你要食小笼包哦，小笼包剩五六包，够要食小笼包。刚才是两包的哦。老板，他蛮发怪的。蛤蟆呀，蛤蟆我爱喝。蛤蟆我带一个，发一包，一包，加一条恁吃啊，一包偌济，我来发一个。来，来。牛肉我来讲，今仔我牛肉全部拢无啊吼，全部都没有了哦。来，你食牛肉两块，看你三千遍，看你几啊两千遍哦，先给钱哦，一千五。哎、欸，一千啊！一千啊！好要死我，这油花那有水无啦？水当当啊，真的啦，来啊，一千来啊，一千块啊。哎、欸，一千啊！啥物事啊？这连炸牛排啊，一千块啊，一千块啊，一千块了。一千啊！有啥物事啊？一千啊！一千块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要一千块，我讲啊，你先给钱，先给我你啊，一千来啊。好，来一个啊。一千来啊，真的啦，一千啊。一千啊。我起来，你就先打来，赶紧一个打来落啊，我起来，你打来落啊，我听啦。嘿啦，你打来落啊，我知影啊，来一千块上面一个一千块。哎，一千咯。一千块要来无？一千。一千有哪要一个无？一千。哎，一千啊。拢有来啊，我一个给你啊，你卖多虑啊吧。再给你啊，再过来啊，我来讲啊，就这就好啦。好吧，嘛无啊啦，一千来啊。哎，一千啊。一千块上面一个连炸。一千有要来无？一千啊！一千哦，拢有啊！你莫看我这大地油花遮水了无？我真正无啊！你买一千啊，我再告你，莫再考虑啊，好无？全部四个人、五个人对搞尾，这对你给到一千啦！哎，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一千啊！有哪要食认真迄个牛排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哎，一千啊！一千有哪要食无？一千。一千啊！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来，你食袂了，人给六百了，好无？六百块。哎，六百啊！你五百。哎呀，六百了，这我做你五百，好歹势啊！哎呀，但你个三，你就听我讲，我好话了啦。哦，再来我来降价吼，来六百了，要不要？来六百，来六百，收钱啊！是啊，水哦，六百。我买件牛啊！你唔是要收钱啊？哇！伊边有话你讲见面。我当无食牛啊！哦。我当无食牛啊！上多你没钱啊？我你应该倒。没啦，是没好你啊，那唔好你。六百够要挨无？六百。六百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好，我来收票。来，我给，来，我给，到两千块块了吧？好，你去用好了。现在给几块？那个鳕鱼，好啊，一千块现在啊，我给啦。那么差了，来，这千我卖卖好了。啊，其他就是，来。这些哦，我唔捌讲到今麦，今麦几点啊？我唔捌甲九点过过，即个物件伫遮，我无甲你问，我无甲你传来，是，你话你遐做个啥？做个啥？来，是，你个，哦，这是咩？来，咱这个有无？你这包雪梨剩一包，两百只无？三百五包，两百一包俩，剩一包。一百啊！鳕鱼头刀剩下最后一包，一百块上面只一包。包。有两百只无？一百块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。姐，你搞迄个火料厂去。我火料厂今仔炸三箱，一鼎三斤半，一鼎要八百无？规碗拢了哦，唔免八百，七百免先给钱五百。
鱼翅鲍鱼风味佛跳墙，你那边五百，我存这条拢无，这条多少呢？五百一个人。五百啊！为了要食佛跳墙的嘛，五百块。哎，五百。五百块。鱼啊，我老弟，我准备买一包，两百五。两百五啦。为了要鱼啊，我去接，我两百五。鱼啊，我都有了哦。好啦，谢谢你的收件。那我把这张画掉，我给你翻译一下。我把这张画掉，我给你翻译一下。伊这个物件叫鲍鱼的下巴，伊这都有那种煎的、甲煮汤、甲煮煮啥，你知无？甲烘的拢袂歹。爱食卖，直接卖八百，卖六百，五百好不好？五百块可以吗？五百，五百。你刚才买要有的。你刚买个有啊？有啊，两个人去食呢，这才行完。我刚把手枪取来，冲个毛公。哈哈哈！我买一个，我猜下，我把真果取来，我有我嘛是爱寄在边。你听我，你讲有我嘛是爱寄在边啊，别人有可能吃了啊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好吃啦，好吃啦，我听讲你可以特别别来搞支持，你冇可能嘞。五百到咩啊？五百啊！好啦，我来讲啊，我这箱卖了啦，我回馈给恁啦，啊。我回馈给恁啦！我讲真嘞，今仔时间足短，有在这边讲春节，是恁厉害，不是我厉害啊！好吧，是恁厉害，不是我厉害。二啊，四啊，六啊，八啊，十啊，十一个，我只有十二个人在搞你啦！我今日慢慢来看五百，四啊五，我慢慢来你看，一个人买就落啦，先给一个你三百我啦，来三百，你相信我？对啊，三百二啊，这个三百，这好物件，这好物件，来三百两个，这个你啦，三百，这个你，这个你，这个来，这个莫个，三百，这个来，今日这个来，这个有需要来三个，三百啊，别管，放心的来哦，三百这么几啊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两个啊。三百啊！三百，好合理。今年，三百两个啊！三百啊！一件鞋子少，够贵啊！来啊，我跟你讲啊，送几钱啊？来这边啊！几只过来，几只过来，来啊！买起啊啦！我若买，我就是想起来做会到，我来帮我处理啊。做一届拢我处理，你听好不？不是，莫讲我卖两个三个，还剩咧个企业后壁，咱九点外要休困啦。做会到，我拢加量，莫甲恁加价。恁大家吃欢喜，吃满意，才够哩。哦，这个阿嬷伊过伊这个物件，这个鱼也免来拍摄，这个凊彩煮尔，你听无？三百，三百啊！无够了，无够，才够哩啦。三百，我先无来了。你别吃我啦，今天啦，我给足济条你咧啊，三百块来，莫来。这收一天啊，才够哩啦。太好啦，太够哩啦，才够哩啦，真钱啦。来一个啊，电话够济吗？三百啦，来一个啊。来，我收两个啊。我一个。一台是卖一千元。卖一千元啊。看他看有咩无？要收啊，加落啊。来两个啊，两个啊，三百啊，太过分了，我给啊，来头前啊，头前啊，头前啊，这啊，对啊，你敢无遮济啊，拢啊加过啊，两个啊，会晓买你买啦，对啊，三百啊，放心啊，来，要来要买紧，唔免遮济啊，来，来大车啊，我大车啊，谢谢，哎，我讲哦，最后搁两个俩三百，哎，三百啊。来吃，最后两个沙发上面无。吃啦，三个我来啊。啊，四个啊。哦，来四个，我搁一个无。来啊，无沙发走。来，最放心我来啊。好啦，好，恁听我讲话，注意听。把这把来走回啦。这把弄去，你给后尾物件手拿去，只要伫我这开着钱的人给手拿去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几个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恁听我讲啊，二十几个啦，我招二十个就好无？一定有人会无买着，一定有人会无抢着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恁听哦，钱起啊紧的哦。来，听好，来，甲你个二十个就好。二十个人个，你要注意听。我们钱准备在手上啊。你即摆一定爱存一寡钱伫你个手里，你唔好当作我咧开玩笑，你袂卖了。不是挺钱咯。你拉恁六鬼有啊？你要把你个钱摕出来搞卖先，我已经卖完了哦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等下注意看。你若你看我直播，你就知影。我即摆若买单，拢会办一个回馈哦。钞票哦，钞票哦，不是零钱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。十九，我还讲我要招二十个，所以恁现场敢来二十个人加买着尔，安尼听无？啊，无买着，咱无要紧，咱另外买着，没有关系，就是二十个。我当招三十个，唔过来，就是优待二十个。来，全部听我讲话就好啊！来，下骹先进个，来，加去，但是你先加去。哦，恁全部拢卖客气，听我介绍了，这包是羊肉，这包同你个炒菜足好食啊，非常好吃。恁拢听我讲话就好了。
看起来像一挂龙虾。好啊 ，OK。像那敢会下去未？一条。无呀，好啦，好啦，这个我跟你讲。还是意大利面去啊？意大利面是我俩朋友买了哟。来了，好。大家。来搞你搞了，我一定开始搞。真用啊，我真有意思啊。你买到这票其实拢有价值的。你全部一步一步看我加什么给你，你注意看。这个化料我要来化我公司的阿爸完了，过来人给你等啊，我压落完了。姐，你搁加一个迄个意大利面咯，我想要搁加一包啦。我即摆加这第二包是无同款明太子的口味。有够吗？有够好呀。好了，来那个几个来，这两包放了，我要这个鸡腿，对，这个哈，我很欢喜的。哦，这包鸡腿包收了。好啦，你那鸡腿包摆了，我要头去顶嘛。来，走嘞，你给它包起来。你包起来。注意听啊，注意听啊，注意听啊吼。这个鸡腿要多花300块，大鸡无骨头呀，来，这个人吃，这个人吃。注意听啊。先给钱的先给啊，吼！先拿钱的先用，你无买着就无吼，有够无？有啊，拄啊好啦。姐，你把菜刀过去个，后壁，即把港式萝卜糕我请你食，注意听啊，注意听啊，阿莫，来，赶紧就睇下者，来，金白白。